今天呢就是要来拍沈同树，大家掌声鼓励鼓励，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。现在的大小呢真的是比一些精品包还要有用。等一下，这间店太像真的是我开的了啦，这一盘超好吃。大家好，因为看到我们两个现在有没有素素素啊？今天呢就是要来拍沈同树。今天选的地点哈，其实是屯比提议的，因为他之前有在东湖曾经生活过几年，他就说，哎、欸，要不要去东湖那边有一些市场？确定要拍东湖之后呢，来，他不能来。接下来就进到了另一个境界，就是我开始在肉搜东湖上的一些资讯跟店家，就让我发现了这间店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缘分。想说今天只有我们两枝花，是不是少了一些什么？单薄了一些。对对对，越是单薄的时候，越是要有一些重量级的人物来加入我们。那让我们重，好重、哦。对，重到今天小刘第一次跟他见面，真的是花容失色。大家掌声鼓励鼓励，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钟阿芝。真的。大家早安，第一次跟安宇见面呢、嗯，真的是很漂亮，比镜头还要漂亮。安宇觉得怎么样呢？我们阿姨阿芝阿姨怎么样？哎、欸，不要笑，长辈长辈，笑口常开哎、欸，真的。阿芝跟你说笑话，很开朗的女生哦，很开朗的女生。你到底要多用力？我这个女性就是这种女性就是会不服输，所以你说我这个女性，但你刚下车的时候见很帅哥，帅哥没有啦，他在叫子凡啦。大家知道传早最重要的就是呢，阿姨他们一定会叫帅哥跟美女。那你觉得你等下去阿芝，阿芝跟阿芝硬碰硬的时候，他会叫你什么？本来要叫美女，哎、欸，又哽住；要叫帅哥，又哽住，就说早安，就说早啊，早安，要吃什么？是同学，我现在像同学吗？不是，因为他跟阿芝应该是同辈吧？他另一种的同学，太另外那种。谢谢你帮我走同辈同学，五年四班，五年四班的同学。阿芝出场的集数呢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要让他的 OOTD 今日我最美的那一种，有点牛仔风哎，这一套。你那个珍珠是上等 A 货吗？我这珍珠是真的珍珠哦哦哦哦 ，Excuse me， 阿芝的发箍啊是有在那个欧尼风的，因为你看这韩国最流行那种蓬蓬甜甜圈感的那一种。会不会这个公关品是发给阿芝？我要发疯！你们猜他之前上衣多少钱？这都亮片哦，而且还有米妮哦，我还有流苏，790，来多少？390，全民估价，你懂我。是的，让我们感谢今天的财神刷贝。刷贝是爱购物的你我最需要的好朋友。加入刷贝会员，除了线上购物回馈以外，他们现在还有开放实体发票回馈，在日常的购物里面也可以使用刷贝领到回馈金，边买边省，形成一个善的循环。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想说，要怎么样才能使用刷贝的线下回馈呢？首先你要在手机的刷贝 app 里面找到发票回馈按钮，在刷贝的 app 里面呢寻找你想要购买的通路以及商品，接着点选领取优惠，领完优惠接着就像平常一样到通路购买商品，结账后就把这个拥有商品的发票上传即可，轻松领回馈，7到20天就会回馈到你的 Shopee 账户里面。打开 Shopee App 的首页就可以看到你现在的回馈金喽。只要利用 Shopee， 回馈金就会越来越多。聪明消费就用 Shopee， 让我们用相同的 money 买到更多的东西。告诉大家， Shopee 的合作通路非常的多，涵盖了超商、超市以及美妆店，都是我们这些爱漂亮又爱省钱的妹妹们喜欢的哦。边买边省，回馈金只要满200就可以提领到你的户头哦。每天都会用到的日用品以及食品都可以赚到回馈哦。平常在家就可以准备一些牛奶啊，或者是 cheese 片，然后夹到吐司里面，简单轻松，有早餐吃又有回馈领。而且 Shopee 还常常推出限时限量的高额回馈活动，周周都有100%的回馈等着你。留意 App 讯息，生活玩家就是你。如果你还不是 Shopee 的会员，记得到下方资讯栏点选陪审团专属连结，这样子你还会得到额外的100元奖励金哦。我今天选阿芝的原因，除了阿芝是阿芝以外呢，阿芝还有一个东西是手工汉堡排。来了之后呢，它就是超大一咖，它的吐司是阿芝自己做的豆浆吐司。哇，我们这一款是有加花生酱跟 cheese， 他说这样吃最好吃。但是现在的大小呢，真的是比一些精品包还要有用。所有的东西都想。它这么多菜多一点，它里面都自己做，它里面还有它的月饼，然后蛋糕。
这一个那个韭菜蛋饼，它也是有加冬粉的，比较像韭菜盒子的馅料。好，我先来吃这个，我不知道我一口能不能咬下去。重点是它吐司的切法也偏厚片，因为它吐司版就是厚片，它的厚度已经是那个蜜糖吐司了。我觉得它是一个，给我一点 time。吃阿芝的这个吐司，你会知道说她是一个有满满爱的女人，因为她的全部都非常的大。要尿布？不对啦，这个就是一个小包包了啦。这吃起来其实我觉得算是复杂。对，我吃起的时候，我其实不太知道自己在吃哪一样东西。每个东西都有自己的分量跟量体在，咬的时候它会出现那个。就是错位，有一些东西会分开，你没办法一起吃，所以你每一口其实都有一点不同的滋味在交杂。我懂你那感觉，就是它一下来太多了，对，太多科目了，你要慢慢探索。我刚刚有把专注力比较放在某一个科目，就是这个主要科目是肉排，蛮好吃的。肉排跟花生酱的存在感是最强的，那、是一个蚵仔煎，很好吃。我想再吃一口看看，因为我刚刚有点没吃到中间。这是这是炒面吗？什么意思？那怎么弄？等一下，这间店太像真的是我开的了啦！中阿芝如果没去当贵妇，就是会开这间店。会啊，我们现在来吃看。这也是有冬粉跟炒面，对，大杂叫做大杂面。它的小鱼辣椒是炒在里面的吗？剛因为它的小鱼干味非常重，好像你在家里弄出来的，好好吃哦。它的面微辣，超重。这个我好喜欢，这个算是。近年来吃过最创新，然后不会不三不四的炒面，然后又是我们平常会自己弄出来的东西，没错，然后似曾相似，然后做点变化，但又不让人觉得哦有距离感的那一种。喜欢早餐吃很重的口味的人啊，来吃这个，它不止口味重，它分量也重。对，老实说，这个面不三不四，但很吸引人。老实说，目前就跟豚饼一样，你们端着的三个东西对我来说都不三不四。我们现在来吃这个韭菜蛋饼，三块吗？哦，有 cheese 吗？对，他说一定要加 cheese 才好吃，是超不搭吧？对，欧北来呢 ？cheese 搭酒，很好吃，怎么那么好吃啊？是超不搭吧？对，那种欧北来啊，哇，好好吃哦！阿芝的那个。韭菜内馅给的非常的巨量，因为它的内馅的分量柔软到跟 cheese 混搭在一起就很舒服。因为我刚刚会想说冬粉丝怎么搭 cheese， 可是因为它现在 cheese 就有点把它们全部都融合在一起。阿芝，你韭菜卡在牙齿上了，给镜头看一下。真的？哪里？哦，可爱吗？应该说它非常的怪，怪到你会一直接纳它，这种怪难得。就是你现在的样子啊。其实就是配色，就是。非常怪，然后很满，然后一开始看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绝对不是我要看的东西。但是会聊的人就是不聊，而且会一直去跟你。对，插播一下，阿芝本身会多才多艺。刚刚有遇到丘比特，他还说阿芝本身会做肉桂卷、草莓蛋糕，然后还有那个月饼。然后他有人来订他的月饼，然后阿芝有关注。可是他那个月饼好大，是馒头。阿芝也在开玩笑。阿芝的月饼大，那个咖喱酒就是这里耶，大到哎。韭菜盒子拿回来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小。而且你们知道它才多少钱？它为舒服35。我刚去看，我想说怎么可能这个35。他有赚钱吗？还是他是真贵妇？对啊，他不开心去的。哇，好重啊！他这咖有点含油，所以我觉得要吃韭菜盒子的人可能要想一下，因为它的厚度超级含油。我觉得反而那个油香我很爱，跟那个蛋饼有不一样吗？吃起来不一样，饼皮就是可以，因为它的饼皮存在感很厚，不一样。可能是因为它的韭菜冬粉内馅是包在里面煎的，所以很水。它的这个35，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，是我拍3年来觉得 CP 值最高的。而且虽然这里是偏僻的内湖，但是还是台北市，对，然后生意非常之好，生意超好，吓歪了。阿芝早点，我个人就是希望你们大家最近一定要来，就是你们可能可以骑个车啊，或者是干嘛的，就过来这边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步道，像我们现在就在蛮阴凉处，就是吃东西就是可以享受到一个大自然以及朴实的美味，有风又有分量，真的非常的足。这个残身，对啊，麻烦那个吃货好好来阿芝吃选，看他能不能吃完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我们配这位阿芝在旁边帮你倒水。一家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棒，就是这种隐身在巷弄郊区的美食，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来。如果大家有在地图上看到这种特别的店，给他一个机会，我们今天觉得很棒啊！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喽，拜拜。
天的这个设定，就是跟姐妹出去吃饭吗？还是有为了特别上节目？我为了上节目有在多做些什么？可是其实平常阿芝也会这样穿。所以就算是阿芝的，因为如果要更为了节目做一些事情，可能会是小礼服或旗袍。那你穿裙子会穿内裤吗？当然不会啊。这是安宇今天第一次跟阿芝姐见面的心情。我觉得好合理哦。什么意思？他觉得你应该是一个不合理的人，但结果是合理。什么叫不合理的人？阿基是你转换前的名字吗？张婷婷跟张俊毅一样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你非常的亲切，跟有一种阿姨感。真的阿姨。跟我们现在在东湖市场里面的三和水饺面店，那东湖其实有另一家非常有名的水饺店，叫做王家水饺。那我看了一下它的菜单，里面卖的水饺口味只有一种，叫做韭菜水饺。但是因为阿芝本人呢是比较喜欢韭黄，不是喜欢韭菜，所以我就带他来这一家。你在家里有吃过吗？王家吗？我觉得我可能高中的时候有吃过，但是我没印象。你说阿芝的高中吗？民国。如果五年四班的话，那应该是民国六十几年呢。那个时候还没有戒烟。那时候还没戒烟，对啊，还是戒烟呢。我还要点了一个贡丸汤啊，它这边的贡丸是香菇贡丸。你现在是贡丸法医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加点到底贡丸汤。而且它的贡丸是香贡哎。哦，它的汤。很好喝吗？它的贡丸也很好吃，那汤很甜，油葱酥的香气也很重啊，好好吃哦。我们点了青葱虾仁、南瓜、韭黄、玉米，没有啦，错，我们点了青葱虾仁、韭黄、玉米跟南瓜。对啊，我的屁呀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啦，我吃到南瓜了。好清甜哦！它水饺内馅的肉的油脂是蛮高的，我刚刚吃进去的那一口是吃到油脂绞肉味的，我觉得很赞。我的是青葱虾仁，然后好饱满呐！我找到玉米，这一趴是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是玉米，这个是虾仁吧 ？No， 它玉米看起来是很华丽的。你好骗人哦，果然是长辈哎！那你也帮我找一颗玉米。它的玉米水饺里面不是只有纯玉米，它还有一些红萝卜丝跟葱，所以它的味道是非常丰富的。你很厉害呢。嗯，对，好多东西哦。玉米很甜，玉米的口感比较像是削下来的玉米，比较没有那个玉米罐头的那种甜味的那一种。我跟你讲，这一颗真的忙，因为它除了玉米跟红萝卜，它好像还有微微的芹菜。有，那个是香菜。啊，是香菜，是香菜。Oh、我不敢吃香菜，可是却觉得好吃哎。它的韭黄比较没有那么鲜脆，可是反而有一种我很爱的那种没用感哎。味道很好，辣椒超辣，超好吃。但我现在吃虾仁那个，我觉得就是会有两种口感，你会先吃到那个虾仁，然后后半段是那个青葱，就是你可以有双重口感跟双重享受的感觉。这家的皮的存在感是有的，可是不粉，很美好。对，有些皮也比较厚的，吃起来很粉。它是煮到湿湿烂烂泡的烂。对，跟没有用的男人一样，你知道我人生经历过很多没用的男人。就跟那个烂水饺一样，是这个就是有用的男人水饺。那你现在还没遇到？我就是对啊，我就是过自己这样单身贵族的。那还是有在寻找吗？以就是比如说你民国54年出生的女生来讲，渴望民国54年几岁啊？60啊，差不多60。太老吧？太老，我刚刚讲错了。对，六年五班的这个状态啊，其实你身边应该蛮多朋友都已经成家立业，相信你在聚会上都一直说啊。我现在就在纽约啊，就是有那个房产啊，男人没关系这样。但你是不是回到纽约的时候还是会有点？我觉得男人就是随缘，因为其实我身边很多姐妹也跟我讲说啊，年纪一把了，然后条件那么的好，可是怎么都还是没有遇到一个好对象。那我跟他们讲说，就是其实女人最重要的就是爱自己。因为送女人其实是这句话，对啊，因为也是好像一直在求爱，然后就其实没有人爱她。他听不进去，他听不进去。我刚刚讲很多次了。那中家女人可以好好挑食吗？为什么都挑比较小的？关你屁事啊！我喜欢穿小鞋，关你屁事啊！因为他那个年代还有裹小鞋。小姐，你会调酱吗？很咸呢、欸。他是你要醋多，你要白醋多，然后酱油点缀。好的哦。好讨厌哦！你要怎么自己去调？因为想说你们年轻人要练习啊。哦，长辈在讲的话。对啊。这样子以后怎么嫁人？你刚没叫我们不要嫁人吗？刚刚他说一个67块，我说。我以为你说小姐你要跳钢丝，说水饺下水可以再跳。母亲节特辑吗？对啊，你好，你好 ，YouTuber 吗？在。
们现在来到第三家呢，叫做阿杜食堂。这家其实是一家在卖烤肉便当的店。来的原因呢，其实是因为最左边的这一盘，它在中午的时候就给你像晚上的那种串烧店，它会有猪血糕啊，或者是鸡肉串、鸡屁股、香菇，跟一些培根卷可以点。我过往没有看过的，所以我就很想来会会看它的味道是什么。你现在点的这是招牌烤肉，然后有点那个蒜香。咸猪肉不免俗的，这边有在卖萝卜贡丸汤。我本来想说啊，放过这一间。我那时候点完之后，阿姬姐就说贡丸汤，你要喝贡丸汤。它就底下超厚的，你看它还有长豆藻在里面，它的汤喝起来有一个淡淡的柴鱼香，比较日式风情的那一种。中秋节烤肉，对，甜甜的，想包到那个吐司上面，很好吃。它的肉处理得很薄，所以吃起来会比较有点肉干味出现，但不会是不好的。以前吃的会是比较那种五花或肥一点、油脂多一点，但它这个其实是瘦肉比例偏多。给的配菜也都很好吃。高丽菜炒得蛮好的，对，它炒的蟹肉棒，所以它那个味道很好。它炒的鲜，炒的鲜。我刚刚想说，啊，little bit肉棒，我来吃串烧。因为真的很少可以直接在那个餐厅或早上都点到串烧。不错哎，串烧不错哦。一串25，在中午可以买到不错的状况吗？鸡肉串好吃哎，而且它这个米血串的好用心哦。哎，没有点到鸡尾椎哦，好吧。鸡尾椎是吃什么啊？鸡屁股啊。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尾椎的鱼屁股，我不知道。尾椎啊，尾椎啊。对啊，它又不是小嘴爬生。哎，拿他讲也没有错，怎么办？这女的越来越讲不过他了。真的，虾仁培根串，我觉得明显蛮好吃的。我要吃香菇。我觉得青椒烤的不错，对啊，这个青椒烤的好吃，有烂，然后味道有搬上去，但又不会死咸。肉饮，肉饮，肉饮派。好想喝饮料。没问题啊，这种东西在纽约卖会卖吗？不会，我觉得就是糖糖。因为纽约很多小孩。哪种阿姨？亚洲阿姨、啊，不是那一种，没有跟其他阿姨。你是亚洲不服输阿姨，你是有在主打首批移民过来，然后不服输。很应景的移民，他就是那种会说哦，我来纽约我都吃那种披萨、可颂啊，然后回家都会拖去躺吃馒头，那个苦茶，还有那个莱克泡面，老板喽啊，谢谢。謝謝东湖的店家，我们今天已经好热情，连三招了。是什么呢？溏心蛋，哎，很好吃，它蛋黄特别的香，哎，觉得好浓，哎，上口。啊？阿师姐不能接受。等一下你是蛋的专家了是不是？最懂蛋的是不是？你还是你有在品蛋的？怎么说？这是阿芝阿姨，她从阿芝姐哦，对，阿芝姐，好，这是阿芝姐在纽约比较少吃的那个酱烤鸡腿，她刚刚就是有点思乡，所以请我们点给她吃。因为它上面感觉撒了一些白芝麻，跟它的酱弄的比较多，好吃哎。皮并不是烤得很脆的，我可能会希望皮可能烤得再脆一点，可是味道很好，然后肉质也烤得非常恰当。我觉得这间便当店的味道算是一家大小都很合一的那一种，它的酱烧也是走一个甜风，然后小朋友也会吃得很喜欢，可以让他多吃点肉的那种感觉。喜欢吗？我特别为你准备的。你没看我现在都笑到合不拢嘴了吗？还没吃腻吗？在美国？不是，常吃的东西不一定会腻啊。我现在呢就在东湖的那个雅思意大利面，然后这家呢，其实我那时候看到它的时候，是它的图上有一个很大的小卷的面，但我们今天没有点到，就是把小刷预看它，但没关系，因为其实来的时候就是想说是意大利面店，所以我们只要进意大利面店呢，就会有一个人失控，他就会看着菜单，然后说：“哎，我丢，很想点这样子。”就在丑化我了，有吗？从来没有这样子。那你刚刚是用什么心情讲出来？你可以讲一下。哎，是意大利面呢，好多想吃的哦。这是好陌生的音调。没有，有啦，都是这样子啊。我必须说，意大利面是我心里的一个坎。什么坎？坎好多。你是满人心里的坎。你有被坎？对，我坎偏多。他点了一个那个羊肉蓝卤肉拌面，然后跟那个烟花女鸡肉意大利面。本来呢还要再点一个猪肉千层，但是猪主就说可不可以给他一个饭的扣打，所以我们点了一个海龙王。我记得在某一集我曾经教过你千层面的英文，你是不是忘记 ？P 开头 ，L 开头 ，P 你的鬼 ，Last Chino， 我
拉沙拉尼亚，这个是综合海鲜炖饭吗？它有虾子，然后很肥的蛤蜊。嗯，它的米是有点深深脆深脆的那种。对，老实说，我刚刚进来的时候，我以为会是一个比较和乐风的，就那种家庭风的那种店，然后我没有想到它的米可以操作成这样。它的青酱非常的香，这个、这一盘你们会吓一跳，会吓一跳。然后它的这个宽面不是一般那种，有点像阳春面、意大利宽面哎，它吃起来有一点糊糊的，比较有点像饺子跟阳春面那种感觉。它有点意式的面疙瘩，有加马铃薯下去打的那一种，很好吃。你吃？它不是弹的宽面，有咬舌劲哦，就是饺子的那种感觉。他们的羊肉是那个带皮。羊肉炉的那种肥羊，所以你放下去煮之后，还是又吃得到上面油脂劲。这一盘超好吃，它的羊超好吃。我本来把它想的是比较东区电影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灯光会很暗，但来了之后，因为它很明亮又很家庭，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想说，我是不是把它的味道设定错？但它就是。做的很赞哎！你说的没错，它的风情像是社区家庭式还不错吃的意大利面，但餐点内容是东区很暗的店。但这个我觉得比较不同，樱花女吗？相比那个，我觉得羊肉这个太惊艳，导致樱花女表现比较普通一点，平，但也不难吃。相较之下，樱花女应该才是路人会比较敢吃的意大利面。安全，我觉得因为开在这里，可能一家人来，可能长辈或者是小孩都很适合吃。还炖饭的英文。王知道 ，Rice 棒棒 棒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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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是三小、啊、Risotto 里面的鸡肉的质地非常的滑，因为它的调味没有很多，里面的肉是本质肉，然后外面裹了一层粉，有加一些香草香料在里面，所以吃起来蛮香的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第四家招待店，我们就是心存感激，但就是怎样超百分百。我今天在东湖有挑两家，就是这种漂亮的气垫，想说可以带大家来，就是休息一下。一家是雅思，然后另外一家叫做樱桃小镇意大利面，然后跟甜点，然后它甚至还有一些简餐，比如说像香烤猪肉。但是因为我们刚走过来这边比较顺，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来带他吃这个羊肉意大利面，这样非常好吃。但羊肉意大利面真的很值得来一趟。对，我要喝看它的汤。哦，对，它的汤是这边的汤是自装哦，而且是南瓜浓汤嘞。哇，是用心汤吗？可是你是没在爱南瓜。我成熟后有比较懂南瓜。成熟后。很难很难，哎、欸，这个汤外面一碗例汤要卖到80吧？不止吧？哎、欸，好喝哎、欸！这我不知道他每天例汤应该都会换吧、嗯，或者是一周换，每天换吗？该不会有一天会有香菇贡丸？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会来哎、欸。所以我觉得来这边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，然后环境也蛮舒服的，大家来聊聊天这样子，我觉得很棒，很适合阿芝跟朋友，非常适合阿芝跟朋友一起来。然后还有狗狗，他们的店狗好可爱，叫馒头，馒头。你要再拍哦，干！你要再拍，干！画下呀，来一段啤酒，来一段不能剪出来，来一段不能剪出来，没有油。刚那个意大利面走过来之后呢，有一家红豆饼店，然后我在想说，我刚吃的那些东西，我们现在是蛮饱的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呈现一个。大概要这，我光看它那个，因为它这个红豆饼它有非常多口味，然后就已经有那个图片有点对，我今天想来是因为它有一个那个起司玉米浓汤的口味，然后它还有其他隐藏版，像它今天隐藏版有一个地瓜起司泡菜，我觉得蛮另类的，贪心。我个人在红豆饼店最喜欢点的就是奶油口味，我只吃奶油口味。它是走脆皮的那一种，它不是外面没用软乎，比较像芝加哥，然后里面料很多，硬核的感觉，是走比较新潮一。点的年轻人做出来的，它里面不会有那种过于传统的感觉、它的奶油比较偏卡士达一点、然后没有这么甜。cheese 玉米，它上面有撒了一点海苔粉，所以吃下去之后，它算是一个海苔款的玉米浓汤。它里面的料蛮多，我觉得这个咸的已经有点像是松饼的那种感觉了。Caster。里面是那个 caster 的感觉，不是那种传统的那种 cream 的感觉。cream 我喜欢，可是我喜欢 cream。接一下。Hello， 看到吗？他们吓跑了。刚有一个姐姐，然后走到我们的前面，然后看着屯说：“请问是什么？”然后我立刻指他。我之前跟那个富翁是一起读南湖高中的同学。那富翁也65。
等一下露馅了，我的外甥女跟富翁是高中同学。你有点惊，你们知道外甥女吗？豚，不得不说你们家基因很强。怎么说？因为你们长好像，都是漂亮的女生，对不对？几经辗转呢，本来其实想去吃一家甜点店，但是因为他们现在客满没有办法进去，我们就买了他旁边一家我本来就是打算要拍的叫做十年面包店。那他其实这一间店是在东湖跟湖州站比较靠近湖州一点。小刘又买了一些可以带回去当早餐。没错，对啊，我的不能开箱，因为我带回去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一家，他们店家非常的好，他们是叫做蜂玉，然后他们是在卖蜂蜜相关饮品的店。我们就问他说能不能让我们在里面就是内用我们刚买的面包，他们就说可以，大家就点了饮料，这个饮料的感觉就是我们现在喝下去非常爽，因为我点的是蜂蜜柠檬，我的是龙眼蜜，我的是红丹蜜，它这边就是以那个蜂蜜的饮品为主，然后有非常多的选择，就是光是那个蜂蜜就有不同的那种品种，它这边有一款叫做鸭脚木的蜜香，我刚刚一直以为是在饮料里面会有配鸭脚，就是因为它除了红蛋蜜、龙眼蜜以外，它还有荔枝蜜、龙利蜜，然后还有那个鸭脚木蜜，对，有五种蜜是吗？我的菜单上面目前只有四种，四种，嗯。没有你硬要，你今天讲我这边刻意的转，你刚前面是我这一杯龙眼蜜喝起来就是很像古早味蜜茶，嗯、哦，我这个比较带酸一点，真的吗？对，哎，传统蜜应该是不一样，你的不一样啊，你有，我想喝的更浓，然后带点酸，带了一点淡淡的玫瑰香吗？浓厚的香气，一点点花香，而且有一股酸气，是不是？夏天喝然后不是 bad 酸，是优雅酸，是那个蜂蜜的那种。天然引发出来的酸，不是说食物酸。蜂蜜超好喝。我们接下来吃我们刚买的面包。你的这个很特别，我第一次看到。是那个毛豆，但是我记得我们在林口吃的毛豆后，毛豆起司吗？它是包在里面。怎么了？好吃吗？因为它是蒜香毛豆，它上面有那个蒜泥、蒜酱的味道，所以吃下去超级无敌蒜。但是它的那个。毛豆是很纯的原味，并没有先调过或加盐。在挤，对，我刚刚走不到动作，一直在擦自己。它的面包其实已经吸了一点那个蒜酱跟毛豆的水，所以它其实是偏湿的一款很不干的面包。我觉得回烤一下会超好吃，现在吃就很好了。你最近有早餐吗 ？Next， 啊、不用，我的我不像小刘那么乐，那么乐死，我敢讲你讲真心话吗？我觉得你很尊重啊，你身为长辈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？我这样说吝啬，我这样说吝啬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乳酪三姐妹。是这种是红豆，哦、是不是老干呐、啊？干干干，那红豆也太大，大红豆。对不起，我不喜欢葡萄干，好好吃哦。但它的葡萄干比较有质感一点，比较湿润。它是不是有些有酒？它回烤也会很高分。啊，这你的是不是？你可以吃一个。哦，好吝啬，我没讲错了。来，我们来吃那个盐可颂。可是我没有办法定义它是欧风还是台式，但很好吃。其实我觉得它的面包偏台。嗯，还可以。蛮咸的。我觉得不难吃，但是因为我可能我们吃过更多好吃的盐可颂吧。它对我来讲是一个正常好吃的盐可颂，但我觉得它就是水准之上。回烤应该会更好吃啊。回烤，我们的评语都是回烤会更好吃。剥皮辣椒拖鞋，我闻起来有个狗狗的味道。他只在参加拔河比赛，可拖鞋就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拖鞋就是比较韧。嗯，这是欧风的。欧风，我呢本来以为剥皮辣椒酱会很浓郁的那一种。味道再更浓烈，但它现在其实是小点缀在里面，但可能我们的想象会是那种路线，所以会有落差。但是整体来讲，我觉得它的欧包已经算是我吃过湿润不干口的。它吃到波辣那边的时候，确实吃得到波辣那种辣辣甜甜的快感，但是其他部分就是单纯的拖鞋。那个呢？那个我很有兴趣。好啦，来吃啊！这个是什么起司吗？他就说乳酪，对啊，它的名字叫乳酪。小刘的早餐要被咬了。这小的早餐对不对？那我就吃一大口。
天哪，阿芝很恶心。嗯，中间那个乳酪有柠檬香，嗯，应该有加柠檬汁或什么之类的，是柠檬乳酪感，非常好吃。跟我们传统吃到的那个颗粒无面包完全味道不一样，然后它多了那个柠檬香气，更清爽，好吃好吃好吃，嗯，好吃好吃。然后它下面底层因为被那个柠檬泡的比较湿，是有一点那种虎皮蛋糕的那种湿润感，好吃。哎，欸，你可以留半个回去当做。今天跟两个年轻小姐出来，我觉得很开心哦。又感受到那种年什么东西啊？感受到那种年幼，又感受到那种年轻的气息。那我想请问一下阿芝姐，啊，今天的选店觉得怎么样？今天选店我觉得非常的好，嗯，我觉得每家都有亮点在。好，那你希望未来如果再来，我们这边可以提供给你什么样的体验？我觉得好像可以安排一些小帅哥一起来吃，然后你要吃这样吗？我觉得你要来，我觉得对对对，开玩笑的，你讲的，你这个逻辑非常对，你这个逻辑非常对。好的，以上这一集就是东湖之旅，然后我们在东湖找了一些我们就是我在地图上有兴趣的店，然后带大家来吃，然后发掘了一些就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食物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能暑假或者是假日有空就可以来走走这样子。最近就是夏天，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出门稍微多补充水分，就比较不会中暑。今天吃的店家也不到算多，但没关系，我们之后再接再厉啊。就是很谢谢东湖的店家都很热情招待我们，对，都有对，真的是几乎每家都有招待我们东西，真的谢谢你们。东湖我在找的时候找了蛮多间店，那这一次我比较剔除掉了一些，比如说像是米粉汤，我想说，哦，对，一些常吃的，对，一些常吃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一次就比较没有在这个影片里安排。蛮多种是我有找到，我觉得有兴趣，比如说像有一家 家庭小吃，就有人说就是那一间店会让东湖没有办法称之为美食沙漠。他那时候没去吃。啊，因为我刚刚说热炒，那你们就说哦，现在吃不下热炒。哦，那怎么办？下次再就下次再来啊！会会会，你们再发我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比较喜欢跟我侄女出外景，还是跟我出外景？其实我觉得是跟你，我也是。怎么说？怎么说呢？我该哭还该笑啊？怎么办呢，啊？我要动给自己跳。刚刚是外星人突然有连线的意思吗？灵动，有点，有感觉到我刚刚那个很细微的情绪变化。有一秒间的那个表情好像是外星人。我觉得下面也会留言说。那也很好啊，那也蛮好的。那准比就可以去西班牙学音乐。最后，我们要再次感谢今天的财神 Shopback。现在只要通过陪审团的专属连结下载 Shopback， 完成指定任务后，不仅可以享受轻客周周100%的限定优惠，还可以额外获得100元的奖励金哦。邀请朋友还可以拿到额外的奖励，现在就行动起来，开始使用 Shopback 吧。那就是希望下次阿芝可以再来，他今天真的是。非常感谢他，就是阿芝其实也很忙，没有办法这样子三天两头的往这个频道。你什么时候回美国？就这礼拜事情处理一下就回去了。我现在就是这样子两边跑啊，空中飞人这样。但是你今天首次挑战穿那个内搭裤，是不是觉得有点不舒服？好痒哦，女生非常辛苦，因为我光是这个头发我就觉得好热，我后颈真的快要闷。里面可以蒸包子，你包子，你们这样子准备包子或馒头，然后我出这个外景，还可以，我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活得，还可以活得，还可以活得美好，活得自在，活得有自信。结束了吗？结束了吗？对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我带衣服来换。哎，欸，等一下，还是合理，还是阿芝，欸，真的假的？是剪新发型的阿芝啊，阿芝真的觉得长发太热，所以剪新。谢丽金，其实你现在这样更像纽约回来的阿芝，嗯，所以我下次应该用个短发。因为他们的发型剃很高啊，很时髦。OK，欸，其实你现在很漂亮，欸，哎，我说真的，我说真的，你是说发是真的漂亮，配你的头发很好看，也没有要回答，配你的头发很好看。纽约回来的阿芝，哎，欸，其实俏丽，哎，欸，嗯，你是阿芝的胡子怎么那么多？阿芝今天没刮胡子吗？早上没刮，到中午就会长出来。